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对，我笑的还什么意思？就我发现，就是大家觉得你是要等他笑。哎、欸，是等你吗？小戴掉，小戴啊！我十三分就能走了。哦，你十三分 ？OK。我不到九点就到了。还好吧，我等十分钟就到了。好五分钟。知道之前谁跟我说打卡的时候，如果是七点半、欸，你早上有开那个会吗？八点半那个？没有，你不用开吗？没有，但是现在都没开。因为我都不去，我不在佛家美国。发生什么事情？又被骂？没有，只是我也不用开，我很好奇里面到底发生什么。哦，真的很没营养。哈哈，真的好好笑。现在大家都不在意。那个 project 好，就好了，不知道怎么讲。我们在这边打架很久。哦。你知道他的手速可能比你快。因为都在等你下班，就是因为想不到这个方法。是。哎，他冷没？哇！那我今天想带一个人刷。我先去。是你在哪边啊？哦，我也是。哎呦！他这背在身上。没事，我以为是你带的。哦，不是我。